木雕也叫木雕装饰，它是我们家乡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。雕刻手法多样，包括浅浮雕、陀雕、铁雕，应用广泛。我是一家木雕店的店主，我叫土尔松土和铁艾森。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对装饰装修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传统化文化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，我要经常去看看，找找灵感。团城老街古韵犹存，现在又融入了现代的技术，投射出古朴而现代的感觉。随便走进一家小店，这里摆放的木碗、木碟、木勺，上面精奇多变的线条，精巧的纹路是那么的让人着迷。这些符号一样的花纹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抚摸着花纹，像是两人之间的对话，有的像火焰，给人自由热情的感觉，有的又像能量，象征生命的旺盛。灵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，在这家私人博物馆的收藏品里蕴藏着来自艺术的基地，吊灯绚丽的采光照射在雕梁画柱上，每道刻痕都有惊人的感悟。曲曲多余的木屑，篆刻精美花纹的木雕，带给你的不只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震撼，更是千百年来匠人们智慧的结晶。灵感值得不断发掘，我希望这些灵感能给我的作品注入生命力，助力我的美好生活。